学校报电子琴的课程吗？对呀、啊。对，那怎么说？怎么想来社大报电子琴的课程？因为我看到这个啊。嗯，快点账号。对啊，对啊。是，那就想来这边报，因为要那电子琴是你想学的课程哈。哎，对。嗯，那之前没有学过。哎，没有。嗯，上课上面有可是那个学的东西是一样的吗？就是夫妻一起报名吗？哎，对。那您报什么课程？我报的是 Photoshop 的那个影像处理。嗯、那在做呢？啊，他要做，他要报那个。什么袜子娃娃？哦，怎么想就来社大报名上课？两位都新生嘛？没有，我之前有上过烘焙班的。哦，对对，对就大家太太一起过来就报。对，当时来看那个成果展，觉得还不错。嗯、是。哎，对对，那个袜子班觉得还不错。影像处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需求呀。对，也是算是最起码蛮实用的东西。嗯，对。嗯那个好的，那个林慧英小姐，这样我们就好了哈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了。对，他有个方向内。对，这两个不用。不用哈。对，星期几？星期几？对。